质感，所以它不是只是要放着，它是要有一个力度的切哦。可是呢，它不能弹跳起来，它必须是要沿着它的脚踝上来的。好，那 passe 的位置是在膝盖骨头的凹槽处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的这边要从这里这样子抽上来，抽到这里哈。所以肚子要用力，然后髋关节的这边的肌肉要用力。然后等一下下去的时候，沿着这个一直往前长，一直往前长，一直长，长到那边去。它的力量必须是要绵延不断，而不是只是摆位置而已哈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请把你的身体，把你的身体摆正。你是斜斜的，你有发现吗？这边，对，怎么办？好，脚尖尖到膝盖要穿到外面哦，穿到那个饮水机那里哦，很好。脚趾头用力，射出镭射光，没有声音的。好，预备。准备。
就会，所以它才不会可能长成就是块状的肌肉，它应该是一个拉长的全身上下的一个连贯性。好，但是这个很抽象，所以对孩子来说就要用一些意象啊，比方说哇，要先画一个彩虹或什么，让他去感受一下那个里面的力量。那他其实我们不是其实先不去追求那个外形，就是说多高，或者是像等一下的蹲也是，他到底有没有开到很开，那个现在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有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旋转里面肌肉用在对的地方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小朋友请把手放在胸口的两侧。好，等一下推起来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金字塔哦，脚尖点地，预备推，屁股会在最高的地方，脚跟往下踩。好，然后呢腰的那个背背再往前送，很好。好，吐气呼吸，很好，这动作也进步了很多。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，好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力量。好，请手慢慢的找到脚，往回拉，背背卷卷卷，慢慢的卷回来，脚推地板，很好，太棒了，请爸爸妈妈帮我们拍拍手。好，前面是我们地板的练习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练习一下站着的部分，请面对我们的观众。好，把脚打开到一位的钻石脚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孩子找的是这个旋转，好，他的肌肉旋转的感觉。然后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告诉我啊，这个转开来的那个钥匙孔在哪里？关键点是哪里？是膝盖还是脚踝还是这里？这里。为什么是这里？因为是往内的地方。哦，因为是往内转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外转的时候呢，不是转脚踝，也不是转膝盖，是转整个髋关节。整个髋关节转开，好，才不会对膝盖跟脚踝的韧带造成太大的拉扯。重点是它从骨头的根部就要整个转开，好，所以呢，在站姿的时候，我就会让他们再想一下，屁股往内旋转，尾椎往下，肚子往上的那种感觉。这其实是很困难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大概10堂课左右的时间。慢慢的已经有进步，肚子在提出，对了，这个感觉记得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做蹲的练习哦。这个蹲的公主小木偶呢，她的膝盖上有绳子，然后头顶上也有绳子。好，请花朵手准备。好，你的花篮的花要传到很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手肘呢，要再送出去一点点。哦，对，这样花才可以被很多人闻到。肩膀放松。对了。很好，李安，肚子再收一点点，跟吧。好，请准备，膝盖，用两条线往外拉长。
内推出来，所以他的脚要打到我的手。对，换脚。对，要有力哦，很好。那他跟那个你做一个错的，就是勾踢的那个给我。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勾踢，是直接往前推。再一次，对了，很好。再换一个脚，然后脚趾头要用力。好，那爸爸妈妈，我们等一下来前面来帮他打一下，然后让他去感觉一下推地板的那个脚板的柔软度跟力量哦。好，那来那个海蒂米，我来跟你一起，我来试试看哦。站好，大鼻孔。哎，等下老师会说微信你在干嘛？我点、啊。这样子吗？两只手吗？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这么低？这样子。这样子吗？可以吗？再用力一点，再用力一点。对了，嗯，好。啊，你脚要松松，要用力。然后我们再做。妈妈都会，好厉害。你都不用唱歌。